这里是嘉义市哈，昆仑山慈悲寺哈，啊，嘉义市民权路447号哈，我们哈将这么多的蔬菜还有很多食物哈，要赠送给哈我们嘉义的贫穷居家的那个家人哈，是透过那个世界和平会哈，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哈。我们希望说哈，抛砖引玉哈，有更多人的人捐这个食物哈，让困难的人哈可以那个在生活上哈更方便哈过得更好感谢你哈丁丁被放过去过了。好，谢谢大家的爱心哈，这些蔬菜都很足够，我们会好好珍惜，谢谢。那个丁丁哈是灵魂人物哈。一直在做这些慈善的工作哈，真的是哈非常之好哈。有机会哈，咱后个月还过来上课哈，好，来感谢来，好，过来。你这个来了。这个嘛。自己选哈，自己选喜欢的食物哈，带回家啊。哎，师傅，你要记得不能让他们曝光哦。让生物好过一点。会被盗哦。后来小孩子，小孩子就尽量不要出来。小孩子就尽量不要出来了。小孩，不要面对。你不要面对镜头就好了，好不好？对，这个。啊。这帮人比较你们家都需要米多拿一些呀、妈妈，那个葱很好，多拿一些，那很贵的。今晚大鸡肠啊，今晚大鸡肠啊，这清洗的。太上说法时，金钟响于云啊。此为师兄师姐，洪师傅今天要来谈一个食物平台的理念啊。请这位师兄师姐啊。慈悲本心修行啊，能够捐献您可以拿得到的食物，或是甚至于小额的捐款哈，我们要将这些食物成立一个平台，来给所谓困苦的家庭里面帮他们节省一些开销啊，这些都是基本的食物啊，透过洪师傅的脸书啊，传送姓名、住址、
以及三张照片哈、啊，给洪师傅的脸师，啊啊，我们哈、啊、就赠送了啊食物的福袋哈、啊，这些食物的福袋林林种种哈、啊，啊还包括了这么多的蔬菜哈、啊，还有那个东西哈、啊，啊说。尽量我们拿得到的，我们尽量都可以给这些贫穷的师兄师姐哈，啊，也希望您能够哈啊慷慨解囊哈，我们来成立食物平台哈，啊，让困苦的人哈啊，让这些基本食物可以流通哈。困苦的人哈、啊，可以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哈、啊，啊，让这社会更祥和，这世界啊更美满啊，我们只是尽一份小小的心意啊，啊，让啊这个爱心哈、啊、能够。广为流传，啊，这样子，跟着洪师傅的脚步走，啊，用慈悲的心来教化，来修行，啊，相信哈、啊，更能够走得更远，更好，啊，感恩。